大家好，今天是二月二十七号，二零一九年。然后呢，今天跟大家继续复盘一下。那么现在看到的是 SPY 那个日 K 图。我们这个图呢，跟昨天的视频那个是一样，我们还没有改，我们大家一起改。那昨天的视频是二月二十六号，二零一九年的那个复盘这图，就是我们就是延续昨天的图。好，那我们那个今天一起来。 啊、呃，继续看一下今天的走势。这 SPY 的话，OK，这些先把左边这个清的干净点，因为基本上啊、呃，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那个左边这个点金的系统吧，因为昨天就已呃，今今天基本上就已经那个止损出来了，二七八点。 八四盈利的止损就出来是所以这一单我们就基本上，啊、呃，做多的做结束了。从二六四点五六开始做，然后一直到二零，呃，然后二七零五九时候加个仓，然后到二七八点八四算是圆满结束了。OK，就这一单结束，我们这资料全部清完。所以大家注意看到，今天的话呢，现在这个今天这条 K 线对吧，什么点数都没有。 也没有黄顶，也没有蓝点，就表示现在这个系统是中立的，它也不给你，它现在也不做多，也不做空，就是中立的。OK，那么右边这个呢？这个是那个十字架图，然后呃，OK，十字架图的话，呃，我们说过，它那个其实昨天就已经。 呃，做开始要做做,做空，呃，做空，昨天就标过那价钱，是从二七九点零三开始做空，这是昨天的价钱，所以今天这个价钱呢也做到了。那如果我们做到的话呢，我们会用，就是这个它，呃，几天前最高的价钱，我把这个还复一下，等一下啊。OK，让大家看比较清楚，我们就是用那个。 这是几号？二月二十五号，它的最高价它是二八一点三一，我们稍微放高一点，我们的止损点就放在二八一点三二，OK。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做到单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放个止损单二八一点三二，这就是这一天嘛，红色这张 K 线图的二八一点三一的高多一点，大家看到没有？OK，好。那么今天啊、呃，到收盘为止的时候。 它这个收盘的时候开始反而那个呃蛮强劲的，对吧？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做出一个做出一个举动来了。现在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止损点往下移。那要移的话呢，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说像它现在是出这个黄色的十字架，对不对？一般的话，OK，我可以先把这个数呃先把这个数字标出来。这个今天呢是二七九点二七。一般是这样子，如果今天的最高是低于。 这个呃黄色的十字架的话，那么黄色的十字架就可以作为止损点。可是今天没有，今天最高是二七九点五九，然后黄色的它的那个止损点是二七九点二七，所以它还高于它，所以我们要给市场一点活动的空间，所以我们暂时不先设的这么紧。那么不设的这么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啊、呃、昨天的高，OK？我们先把它往下调，昨天的高是二八零点三零，我们把它调到二八，那就是二八零点三幺。 OK，大家看到没有？二八零点三幺。OK，我再把原本的这个写进去好了。原本的是二八一点三二。那我标成用红色的把它标起来。这个呢非常重要。OK，在之前的视频我就讲过了，那五种可能性的视频讲过了。我们所有做 啊、呃，做交易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要避免大赔，这就是专业的交易员跟一般我们小户散户所分别的地方，就在如何避免大赔。OK，小户呢，他往往就是都会有大赔的，专业就是想办法要避免大赔。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先看一下。那我今天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啊、呃，所谓。 浅谈一下呃仓位管理跟资金分配的一些概念，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并且大家想知道说，OK，如何要没有大赔，我们要怎么样？实际上在市场上展现出来，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我们最早的嗯、呃，止损点是二八幺点三二，OK。那么我们呃，昨天进去的价钱是 OK 二七九点零三，那么我们一共可能会。 呃，就是有 risk，就是有放到有风险的点数，就是二点二九，对吧？这就是二八一点三二减二七九点零三等于二点二九。那这个单位呢，我们把它叫做啊、呃、，one unit of risk，就叫 one R，OK，、okay? 用英文叫做 R, one R，one unit of risk 就是一个风险的单位，OK。这个风险单位就等于最早的话，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最早的风险的单位，它就等于是二点二九。 OK，大家知道没有？这很基本的数学。再来，我们现在知道 OK，那我们现在怎么做资金的分配？假设说我们这一单，我们只要啊压一百块下去，一百块我们这样比较好算，好吧？我们就假如说压一百块下去，那我们这一单的话應，应该做几股呢？就是一百除以二点二九等于四十三点六六八，我们就把它那个是收入吧，就等于说四十四股。 OK，所以我们这一单的话就做四十四股，好吧？OK，让大家这个让这个大家让概念了解没有？所以说，其实 okay, 是 o 应该是一百块，我们除以二0就做四十四股。所以这一单交易的话，我们入单的话，我们就入四十四股。OK，那这四十四股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还要根据这个 SPY 它的那个价钱，才知道说我们那个所需要付的那个保证金是多少，对吧？二七。 假如说我们是二七九点零三进去的，乘以四十四股，这一张你看，你虽然说才四十四股，这一张放下去如果没有放，如果没有用那个杠杆的话，啊、呃，全部的价钱就是一万两千两百七十七点三二。如果加如果用杠杆，我们放一半的保证金下去的话，也是六千多块了。所以也就是说，你户口如果呃没有到一万两千块换这张根本做不到。 对吧？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四十四股，你这个东西如果要保证金下去的话也蛮大的。那么我们相对的来讲，你这个一百块压下去，你这个风险算不算大？当然是看你的户口有多大，对吧？如果你户口像刚刚讲，已经一万多的话，那你这个不，像刚刚讲一万两千多就算一万五千的话，你这个一百块出一万五千，啊、呃，才不到，是到零点六百分之零点六，所以是非常小，这就是非常好的那个，所以。 那一般人的话，他都想赌的比较大，OK？那如果假如说你现在你户口就真正只有一百块，你就压了一百块下去，你就全仓进去，这不是很危险吗？对吧？如果这一点点不对的话，你就马上赔掉了。所以我们做交易的时候，我们是嗯积少成多，OK？那顺便讲一下，你看像左边这一个点，这个点金的这个图，它并没有任何的信号出现，所以表示说它这个系统是比较保守的。 对吧？我们这个左边这个系统比较保守，那右边这个系统呢，它就是，呃，比较 aggressive，它做的次数频率比较高，对吧？所以我们要更小心一点。OK，那继续讲下去。那这个单，OK，我们现在讲，我就跟大家讲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现在一个 R 等于二点二九，29, 我们今天把它下调到二八零点三一。OK，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这是昨天的那个风险，不，早长刚进去的风险是二零二九。那我们今天到收盘之后，我们快收盘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单子移下来，现在变成二八零点三一。 减二七九点二七，等于我们现在，我们现在 risk，我们现在呃风险单的是多少几个点数？二七九点二七，I'm sorry，是二七九点啊零三，因为我们进去的价钱是二七九点零三，所以要这样算，是吧？二八零点三一减二七九点零三，OK，我们现在的压下去的点数，现在就变成。 一点二八，1> 1. 28, 我换个颜色吧，换成粉红色的。OK，我们之前风险的话，放在放在市场的风险是二零二九，二零二九，现在只有一点二八，所以我们现在的风险是之前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八九五，就算百分之五十五点啊九吧。OK，我们就试手入进去。 也就是说，我们节省了多少？我们把止损点往下移到这个二八零点三幺的时候，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这个风险，是不是就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四？ 基本上，快砍了一半你，你基本上快砍了一半了。OK，这就是之前表现的。我们所有专业交易员一天到晚在想，一张单子做进去的时候，我们要想尽任何方法、任何借口、任何理由，尽量要减少风险，尽量减少风险，对吧？那你这张，你看之前你的之前的话，那假设说之前的话你赔一百块的话，你现在只有五十五点九块，就等于将近五十六块的那个。 呃，可能可能赔最多是赔到五十六块了，因为就是据、就是、说，今天早上你刚入盘的时候，你是原本这张单子准备要赔一百块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动作之后，我们现在最大的风险只有变成五十六块了，这是不是就是尽量尽量的缩减大赔的可能，对吧？首先的，我们第一个要做到就是这一百块本来就不能够是大赔，你不能够说你户口这一百块你就把一百块压下去，对吧？首先我们刚开始就就先做到这一点，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他嗯。 他全仓进了一些某些股票，然后现在在在赔被套牢的时候，要问我该该怎么办，我真的很难回答，很难回答他们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放到一个进退，就是很难进退的一个一一个一个步一个一个步骤在那边，你放在自己放一个角放在一个角色在那边，你这样以后再要亡羊补牢太晚了，对吧？就是说你的失败可能就已经注定在你的刚开始了。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讲说，哎，我很准，很准，百分之百，我看的很准，我这个是给你打保，保证一定会这样的走，然后让你全仓进去，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不理智的一个行为。你就把全部都压在这个，对吧？那我再跟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大赔的三部曲？OK，大赔的三部曲，记不记？我们刚刚我们之前的视频讲过，我们全要避免大赔。那大赔的其实它是一定有一个过程的，我叫做大赔三部曲。大赔大赔的第一部曲是什么？就是不信邪。 太过自信，不信邪，因为他认，因为认为说，因为那个你认为说你这张单子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赔钱，你不信邪，因为你的所有的分析或者是什么老师或什么杂七杂八的跟你讲说这张单子绝对会赚钱，你要全仓进去，你就不信邪他会赔钱，结果呢，真的赔钱了，这是第一部曲，那第二部曲，当你赔钱之后呢，刚开始就是小赔。 对吧？第二部曲，第一步是不信邪，不信邪说你就会赔钱，所以说你的单子没有做好，所以说你不信邪的话变成小赔。那这三部曲之后呢？第三部曲之后呢？你就变成小赔，从小赔变成大赔，对吧？当你变成大赔那个时候呢，你不愿意砍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已经离套牢甚至是爆仓就不远了。所以说你这个离套牢跟爆仓不远的话，这就是三部曲的由来，这就是大赔的三部曲。 首先是不信邪，不信说你这个这张单子会输。第二个就是变成小赔，然后小赔又不又不肯割肉，就变成大赔，对不对？那所以说小户永远他只是想说我这张单子会赚多少钱，他从来不会想说我这张单子会不会有错的可能，然后我错的话我要怎么样，我会赔多少钱？那而我们专业的呢，永永远远都在想说我这张单子会赔多少钱。 我这张单子一旦进去之后，我要如何做最大的打算、最大的方法、任何借口，想办法把我的风险尽量减少、尽量减少，并且减少到几乎是零。像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系统它其实跟着市市场在往上走。如果像像左边这个单子，对吧？这个蓝色的点，如果市场往上走的话，对不对？假如我们做多单，我们就一直把这个止损点往上移、往上移、上移。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之前最早的入场价，假设说是在这边的话。 对吧？等到我们把这个东西移高于这个之上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基就就就就已经没有任何风险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举动，并不是在想说我们会赚多少钱，而是我们会赔会赔多少钱。这个就是小户跟大户之间最基本上的不同。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交易员、投资者或是什么，你一定要学会这一堂课。如果你学不会的话，一天到晚只在那边迷信说。 我要赚多少钱？我这张单子，你就告诉我说什么地方是什么？我要吃鱼头，我要吃鱼头。你这永远，我跟你保证，只是就像我之前视频讲过的，你的失败只是指日可待的，对吧？啊、呃，昨天在群里有朋友发了一个信息啊、呃，就是高盛，呃，一月份的时候，对吧？他们在一天赔了一亿美元，有一个交易员在一天之内赔了一亿美元。 然后他赔了一亿美元，他当然就是被那个高盛他的那个风险，他的呃风险管控停住了。那我在想，他最早原本可能风险管控只是几千万，可是因为你全部单子要出来的话，到最后可能就是一亿元、一亿美元的话才能够全身而退。那当然，这个交易员，你想想看，他当然就是被高盛炒掉了，被被 fire 掉了。那不但被 fire 掉，我想他以后可能在这个在这个行业也不要继续混了。你说，就连高盛的这样的专业的人才。 他给他那么多钱管，他有可能都有可能赔这么多钱，原因是为什么？就是这个这这个专业的交易员，所谓的专业交易员，他还是没有学到如何不大赔的真理。那更重要的是，高盛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百年字号，甚至很多什么阴谋论的焦点的这些公司，他们也都会赔钱，他们也都有看不准的时候，那更何况是我们小户呢？ 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这个，千万不要迷信这些东西。OK，好，再来第二个，我们现在看的是啊、呃、TVIX，TVIX TV OK，左边这个的话，今天也就是呃出来了嘛，其实昨天就出来，我把这些东西都把它除掉，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大家注意看，今天左边这个点睛这个图，今天什么点都没有出现，所以它第二天持续的是。 啊、呃，持平的，它不给做多的信号，也不给做空的信号，因为左边这个点睛的这个系统它是比较保守的。那么在右边的话呢，我们是那个昨天就出现了一个做多的信号，对吧？就跟大家讲过了。那昨天如果没记错的话，做多的价位应该是，看一下啊，三十一点零三，我们做到的，对。然后我们放在的那个止损点是二十七点三二，对不对？那今天同样的，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把它止损点把它移高，我们移到那个。 啊，昨天的最低，昨天最低是二十九点七六，我们把它移高到二十九点七五吧。OK，这是我们那个的止损点，然后我们原本的止损点是二十七点三三。OK，所以目前的话还是持多，对不对？那说实话，你这张单子，我自己个人认为，这张做的多单可能是凶多吉少。 之前我就跟大家提过了，你做 TVIX 这东西基本上是要最好是它是空的时候出现的情况比较多，对吧？那我们遵守系统。那个因为视频有点长，我尽量那个缩短时间。OK，再来我们再看这个 SVXY。SVXY 的话，我跟大家听提过了。如果说你不想做空 TVIX 的话，那你一个很好的你想要做空呃一个很好做那个做的方法就是做。 S V X Y 的做多的一个信号，那这个今天它这个很有趣，它这个黄色的十字架是在五十一点二三，最高价在五十一点二二，所以表示说它这个黄色黄色十字架的信号就有效。所以说呢，如果明天 S V X Y 涨超过五十一，我们就五十一点二四的话，那么 S V X Y 我们就可以做多了。所以我把这价钱五十一点二四，明天这是它做多的价价钱 S V X Y。 OK，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UP，因为有朋友提到 UUP，UUP 这个东西是应该是 US Dollar b a l l 所以应该是啊，这个我是没做过了。不过看这个字面上的话應，应该是呃美元，它要看多美元的东西。那现在大家看的就是呃三条线的图，三二一的这个东西，所以大家看一下它价位的反应是怎么样。基本上呢，啊、呃、都是出现蓝色的，对吧？那现在如果要调整的话。 呃，下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周线的这个二十五点五三这条绿色的线，OK。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运行时间有点长了，我尽量大家希望我长话短说。那我就 OK。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点金的图，是系统有点慢了，嗯，还没反应出来。OK。所以基本上这个 UUP 的话一直是持空的，大家看到没有？ 一直是持空的，OK，从几天开始我们就持空了。这是左边这个点金图的显示，那右边这个黄色的十字架的话，显示也是出来，也是一样的。那我给大家那个就是把那个价位标出来吧。左边点金图它的止损做空的止损价位是呃二十五点六四，64, 好吧？然后呢，这个呃。 十字架的止损价位是二十五点六七，OK。那大家注意看到一下，我用那个像右边这个这个十字架的，它这个它还有多出来一个点数，这个是应对明天的。所以说右边它这个就是动作比较快，它的前瞻性比较快。当然，它那个它没有左边的那么保守，因为它连。 这右左边这个黄色十字架，它连明天的止损价都事先给你预测出来了。那左边这个系统呢，就没有这样子。比如说两个，这两个它不同的逻辑，这个也有不同的应用。以后我再慢慢跟大家解释。好，那今天就先啊、呃、说到这里，然后呢，啊、呃，我再把我这个微信的微信群的号码，OK，这微信号在这边。啊、呃，如果大家想加入的话。 可以加入，然后就先今天就先说到这边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然后我们继续交流。OK，好，今天就先说到这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好，谢谢。